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智多士当兵族，你们怎么那么可怜？接下来我们将要突袭宅在家的躺平族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为什么你找工作都痛苦啊？啊！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？我知道。该不会你年纪轻轻就不想努力了？你不要再问了啦！如果可以 stand out 的话，我也不想躺平啊。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迈入职场，就交给今年就业三件，让政府协助你好就业。就业三件，咖喱贡，你的未来不是梦。